论社群的多榜，刻意的模仿只会换的分身。我出点平常注意的形象，黑都别想分担。我天赋从某个读书记录，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进入了艺术的听出的密度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不如半个人称自己战神，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可追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被他玩的真。他先不记得我，先不记住，帮你挖三个粉。